found that the sun is always shining. Down there is where you can find me. 中部特产，你应该冇做过，唔系。你讲这什么笋？麻竹笋。哎，麻爱甲讲，麻竹笋，麻有啥一定要用麻竹的吗？别个袂当。别项嘛会使。哎，有啥物？你做酱笋拢是用麻竹笋啊？是哦。麻竹笋较大枝啊。哦。你看它的一个，哎，当天嘛。叶巴较高。你看一下，一起对，它的壁这么厚嘞。哎，真的呢。这么厚，然后是嫩的哦。哎呀。嫩的哦。哎哦。你这有处理过不？这有生盐是好啊，是好盐丝粿啊，爱用粗盐丝粿。嘿，我们这麻竹笋哦，只要一枚一日，一枚一日，对，麻竹笋会当做大鸡哦，搁较悬的，搁较悬嘛有嘛，对不？麻竹笋哦，好，来我们来做，一人做一个，你甲阮讲安怎做啦？爱白嘛对不？爱白，爱用白。北边大地的，嘿，等下等下去，嘿，对不？哦，哇。我得伊，我捌做过啦。你乃啥物拢捌做过啦？哎，阿这好食啊！北部中南部才有。看袂到。你北部你敢要看有人咧腌做麻竹笋？我哪会使？还是搁煎一个？搁一个，搁一个较硬的。我看卖这个，这个应该会使。哦，哎哎，这个也会烤，好像在烤俄罗斯方块。哦，阿哪会使无？阿哪会使？会烧安尼阿爸。哎，阿哪会使？嗯，阿过来换。过来是啥？是说东西一样。一当时啊，盐啊，搁来压起哩呢。哎，要盖过，盖过。哎，好，安尼就好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我在哪边做过这个？黑椒腐，黑椒腐。福菜，福菜也有花菜啊。用盐这样这样一直撒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层一层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底下这这包二诶，两腌制那个好咸菜啦。嗯，他过来，用腌皮啊，腌皮啊嘛。这是黄豆，这是发酵的黄豆。盐下得，一当时啊，就好。安内菜，安内菜，安内菜，搁继续嘛，重复动作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做个满就好啊，就对啊啦，对对，差不多三元啦。啊，这差不多爱洗多久？三个月，爱三个月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怎样，算是可耻。怎么说？我在进入这个节目之前，什么都不懂，对。然后包括连这个也是，今天我是第一次自己腌这种东西。那没有啊，你会愿意来已经很好了。我真的觉得这其实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本能哎。对于一个即将进军坎城的人，愿意来我们节目主持，这个是蓬荜生辉啊。我只不过是拍了一个外国电影，又不一定入围，一定会入围。好吧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吸引力法则。今天啊，入围的话，你可以带我去走红毯吗？当然可以。对方会问说啊，我跟你什么关系？助理，助理，助理，住在家里，夫妻啦。你搞莫坑个蛋，你搞你莫坑个蛋，马进啊！那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他们会懂的啦。哎，阿金曼我摸起来很脆，他腌完也会很脆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他这种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它可以拿来做料理，像因为它有咸度嘛。嗯，其实有时候可以拿来煮鸡汤，用点什么剥皮辣椒，莫个个蛋的，胡椒、胡椒买，胡椒买买晒嘛。对啊，真好用呢吼，真好用，真正。较早会发明这是物件歹，对对对对。啊，结果想袂到比新鲜的较好食，也没有哦。麻竹笋新鲜是好吃哦，是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把它做成酱笋？是因为麻竹笋长得太快了。哦，量对量很多，你才吃不完，你每次吃不完啊，你要想办法保存，你就要必须用方法。好呢，这样可以哈。嗯，安怎加啥物嘛？砍起来就好啊。哦，即摆到时迄个得爱搁加水，看要加茶还是要加米酒拢会使。米酒？哇，我第一次用米酒呢。哎呀，十度诶，十度够够？够啊啦，也不错。你毋是要直接啉咩啊？哇，一瓶够吗？一定够啦，用不到那么多。有啊，安尼好，安尼有啊。你也发烧？对，你起码差不多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了，盖过了，盖过了。哇哇哇！安尼就有啊你。哦，啊，这经过两工过吼，伊会发烧，所以迄个锅袂使烧伤啦。对，全部。安尼嘛就个。哦，就讲空气流盖好以后吼，往回转半圈。对。盖好以后往回转半圈。往回转半圈。嘿，因为它发酵后会有气体，如果不转，把它盖起来，嘣。会安尼。哇，挂哪贵嘞？碎哦，碎哦，碎哦！哦，已经有做好个啊嘛？有啊，嘛是用酒吗？我用40块，挂一罐来做，用米些来做料理，好不好？挂一罐来出来用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处理有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去做料理了。好，
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要再来一组。不对，我要去布置。你布置，我要跟妈妈们去布置。啊，我去当追咖，这次我来当追咖。对对对，我去布置。呵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待会见。Let's go。OK， 来播音。来，咱即马集合啊！哈，同窗有集合啊！听我的口令哦，小心。李真，敬礼。我就是你们的班长了啊！等一下我们要布置这个场地哦。阿林，等你哦，多啊哦，因为咱进前在做，你是拢做把费安尼嘛。等等的，我今仔日想要改变一下这个风格，咱来做一个哦，引大家宇宙会微弱的感觉。所以咱即马多啊，就干咱去种个尔嘛，对不？但是我需要两个迄落新兵战士吼，两个阿兵哥吼，帮我把桌啊摆做吼正方形的安尼。好，啊，恁敢有啥物较水的桌布、桌巾会当帮我处理的？你等去生，吼，你等去你一看起来就真做美感的。你甲我生迄桌巾足水的生出来，后壁甲盖咧迄落这个桌顶。有啊，啊，你给我准备足水的桌巾出来。好。阿丽，你过来。江凤姐，恁咱家在地基的所在，好做迄落藤料在较厉害，迄落即植物啊，即连代表性的物件，我想要摕来装饰。你帮我生一挂这种物件出来，有这种物件无？得嘞，来采收一挂物件，你绝对看起来，哎，会当做东做西，搁会当用，搁会当食。哦，这交代了你啊，你去帮我生一挂有特色的，我要做摆饰的。哦 ，OK。啊，恁两个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。好。你们来到这个快乐学堂这个地方，然后生根这个地方社区，到底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他们，然后让这个地方推广出去吗？我不懂。就是我们会进来这个社区，其实就是希望跟长辈一起活络，是让长辈可以就是在每周五可以一起出来运动，一起上课，让他们可以活化，让长辈不要就是在家里就是慢慢的老化。哦，所以其实有一点就是来陪伴这一些长辈们，让他们不要在家里面，让他们可以更健康、更开心，然后办一些活动，让他们聚在一起，所以才要邀请我们来办这个餐会。是哦，哎、欸，那很有意义耶。所以，哎，一路读大学，啊，甲叔叔毕业拢毕业了。今天吼。那你们都是天使，你们是很有爱心的人，是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热忱，是你没有办法这么多年，然后一直来。对，是这样，跟长辈他们一起这样上课也都很开心、啊。好棒哦！哎、欸，娶太太就是要娶这种。你有男朋友吗？目前没有。有老公吗？目前没有。哎、欸，真妹妹，阿妈、阿公，真妹妹才这么介绍一个男朋友给伊嘞。阿、啊、恁有孙无啦？介绍一个啦。我孙子朋友已经结婚。好啦，啊，无恁孙老朋友同学再小介绍一下啦。无啊。好啦，啊，咱卖开讲啦，咱要开始布置啦。好。嘿，桌啊开始搬，哎，啊你去搬桌啊。嗯嗯，够笑，我班长呢。你嘛是班长，伊是阮学堂的班长。班长哦，是班长哦。哎呦，我咱开始到。好，来。顺便把我们下午的那一些菜瓜布什么，我们再装修再。再把它洗压给你。好，我有一些想法，我要做一些可爱的东西。OK， 好。先把桌子放好，然后桌巾摆上去再说。好。动作。好。来。来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下咱等会，做伙咱等会在吃。来。哦，你有够搞的啦，随身出来啦。哎呀，这边很水啦。啊，你真正都水啊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菜甲摆咧边啊嘛，哎啦，下晡阮菜粿无做个啦，啊，这粿嘛是咱这个粿呢，我跟你讲，这都要摆正，啊，把这粿干动，没事，啊，那个做一挂较高水的，啊，等大哥的那一些在地的材料，然后我们再加上菜瓜布。做一些，我觉得每一桌可以做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啊！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创意，好吧？来吧，年轻一点。我刚才有想到要做一只猪，你为什么要做猪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就可以猪事大吉。哦，原来是有意义的。有，做什么都要有意义，没有意义我就不做。你们做小的，我做大的。好。我这只是一样。我来这搞，我来搞，我干啥呢？我好佩服我自己。哦，来啊！哇，这个主意
这嘛生意错，交代有你做懂的。我来想一个哦，恁哪做的哦？反正还没热舞，来发挥一下我这个艺术总监的创意。嗯。东篱哦，台湾东篱。哈哈。这个是最自然的，回头光亮。哎，这里都是这个高蛋白的啦。你俩瓜鸟给我布置，你不就拿去照卡？颜色的呢？你拿去照卡啦？生生不息呢？哦，安尼哦。哦，我冻到呢。你拿照卡的资料没有？对，我冻到呢。要你讲我们节目会怎么生动？哦哟。我看下当来做摆饰，我就是我感觉这种伤长啊。哎，这个叶子，你们两个想不想有办法跟菜瓜布做结合？还是我们让它一只一只。散出来，哦，让整个桌面是有这样散出的。你真的是很棒，我就是让你在这一桌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会想到。我懂得快点。你今麦帮我把几条几条拢慢落来，我要摆多点。好 ，OK。哎嘞，搬冰，嗯，不要搬球啊。几条几条我摆到几个圆啊嘞，完不完？听有啦哦。交代后，你副班长。好。男六分，大暗堆起，起起来，起来，暗堆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嘞。红酒两方出来，撒上去，就好吃。哎，所以今天我们调六分，好不好？啊，但这个可能要最后才炸。这个道菜哈，我来小龟啊，那是。哦，我的鸡肉不要炖皮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而且我已经想到红灯会吃这道菜的时候，我也想。哦，我看你会这样。要么就是我们按刀干的，刀干的，刀干的这样。我得使，我得使。要先插三株，还是三株要留咧等？我都一箱吼，插起来，它会烤，咱就插起来先放着嘛。像行政主厨。我对我最近有一种自己像行政主厨的感觉。妈妈他们做菜功力都比我强，我的妈呀，那个哇，好多。胡椒啊，啊胡椒南洋的胡椒盐妈妈。我来用，我来用，我等下给你敲一下，好吃。差别的好啊。去我胡椒，啊，等下给我盐。我来给你处理。我都有做一包呢。包。是啊。有啦，这是啊。一包啊。这是啊。有啊。你无等对啦。哎，恁几个少年呢？恁卖个乱搞保健，以后明年有用的啦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很酷哦。啊，我不是的。八七的，八七的啊，什么代志来问我啦吼？我来感觉我比你较清楚物件是对哈。我跟你讲，还好有我，真的，我二，都该到成干活了，要帮忙了。好，我上，我上，我上，你后面有什么物件来？你这都是在擦什么？孙子，等下，等小看哦。好，来个奖。过来，大牛粉，贵的吗？这么多？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好，下次。啊，晚上要出来啊！哎，出来啊，快点嘞！我那刚刚我退出火防兵的哦，我那刚刚在这边啊。对。水蒸气什么时候上来？它那个酒香哈，一定要，我那酒香一定要让它蒸气。
酒香起来有无？啊，那青菜足甜的。你啊，还好啦吼，够资格当行政主厨啦吼。好啦，开哦。哦。你啊，皮看麦啊。汤。汤。你甲皮看麦啊啦。好，主厨做完的事情来，甲带起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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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力哥，等下你要擦啥？擦三叔。擦三叔，好。啊，都贵。搁擦三叔，好。好。贵鸟是开始在卖菜。好，我今麦我请来敲好酒呀。我买一个细碗。有无？还是加几道蛋。哦。你工资好高。哎。好。这是中药行的胡椒哎。万丈甲中药。中药行的胡椒哎。啊，你来了喂！我刚刚给你弄了，看丢了哦。我已经晒了。啊，你来了喂！喂！这个是胡椒，但是无盐嘛。无无无。这叫啥？这个叫胡椒油滴吧？哇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惊为天人，这个胡椒油。我该讲正经的。哎呦喂！真的厉害。这是秘方啦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条被擦下来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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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